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子飞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翔。结果是个啥日子啊？明天是不是放假了？是。放几天？放五天。回家的人。菲菲，今天运动会得奖了没有？得了。得了个啥？奖牌。奖牌回去给你奶奶怎么说？说奶奶奶奶，我得了个奖牌。我的双蛋蛋整包。哦，你奶奶就是我的双蛋蛋整包。王子翔，考试昨天考了多少分？模拟考试。考试考了，还发了一个表扬信，我认得会铅球得了个第二名，也发了颁奖状。哦，这回去感谢包系祖宗哦。嗯。坐好，现在坐好。好，你坐好，快点。注意，前方有违章摄像。以前幼儿园放学的时候，你经常过来。回来了，今天回来比较早，先不回家，先来果园瞧一瞧。哎呦，这个娃大大的，那不行，我把儿子做吧，你来。这张是活的，是这张是给的。那谁在外头就裸了？哇，那是。这样先别动，你看。别摘，别摘，别摘。谁摘了？长势怎么样？各位朋友们，怎么样？长势？是不是非常的哇塞？多完了没裸料了？这小的你看，这就是最后都要脱落的。哎，你看稀拉拉的，你看再过大就再扩好的。哎，也这做的，这做的全部这看看来回的，你看这这都是要裸的。我拍个照片。拍什么照片？你怎么这么臭美了你？好像决定了时间。哇，还提啥着用？哎，一朵大啥？哇！你看，这就直接就没有，你看，全部是要脱落的。像这小的，这全部就会自然脱落。像真正不脱落的，它已经长这么大了，已经。你看，你看这开花开的特别多。你看，像这一树，没有一个好的。没有一个好的，像这么小的都不正常。能真正能后面能成熟的，现在都这么大了，已经都这么大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被冻了一下，后面又紧接着低温，一直是低温又下雨。樱桃是有，但是总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。看看不到嘛，都看不到几颗樱桃。现在我们回家。今天回来了，各路人马相聚老房子。今天晚上肯定又是一场硬仗嘛，错过咱们。起来，装起来，就把那水母石就放。我坚持呀。有啥坚持的吗？呛江水，来点面絮。你看咱们今儿来的，咱过来吗？经常烦死，为啥叫你？我叫你来的。
今天穿也开心些，我的。容易看啊。姜水舀到里面，晚上的姜水拌汤，土豆丝，就是我们的晚上的主要的饭，还有做的这锅盔馍。那你爽。菲菲，你喜欢田家庄还是喜欢天水市啊？嗯，都喜欢。王翔。一样。专属辣椒，拌一点土豆丝，加到锅盔馍里面。专门土豆辣椒。哎呀，倒点醋，倒点醋，放点辣椒啊！这真的是，来，走起来。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别的加鸡饭吗？加点。有。也做加点哦。旅游也是劳动。五一是什么节？旅游节吗？劳动节。啊。